他们也就到这儿了吧，队员。对，我们应该有希望，比他们更早到达。有希望。哇，真的在打雷！台风跟我们打招呼了。台风要来了。台风代号，飞鱼。飞鱼台风，飞鱼台风。太可怕了。上班遇到同事争吵，观众为大家选择的是端水。选择端水需要端着水跳过垫子，垫子不倒才算成功。啊，这样的话还行。来吧，嗯，来吧，远一点，它会泼到我们身上。这个还蛮难的哟，走到面前还是蛮有恐惧感的。你来吧，我来吧，那就你来，浩然可以的。超哥，你我来，有助跑吗？成功 ，yes。啊。太阳啊，嘿嘿嘿嘿，路上两个盒子，你想捡？来吧，来吧。观众为你们选择了红色盒子，请打开。啊？换鞋？换鞋了？怎么了？这个鞋有什么问题吗？对啊。会不会有点大呀？哇塞，我的鞋冒烟啊！是地上的灰吗？好吧，那我换。没什么区别是吧？哇，鞋有点大呀。这个就只换鞋吗？啊？这就没了？这么轻松？这么草率？就换鞋？越努力越幸运。他们要去洗脚了。哎，不会咱们刚到咱们又被叫回去了吧？有可能。哎，屏幕，你们来到了洗脚棺材，请在原地等待网友为你们祝福。由于前方另一队做出了一种选择，触发了你们的被动任务，请在原地等待另一队前来为你们提供洗脚服务。哦，哎哎，摇摇摇摇，不痒不痒，我在这里撒。我现在担心大家是选洗脚，我们得找他们去洗脚去。跟观众说我们泡过脚了。嗯，他们到哪儿了？哎，到顶了。最后选择吗？不对，他有在煮个什么东西。飞鱼，飞鱼汁儿，辣椒，啥呀？小龙虾，吃掉小龙虾可能害另一队回到原点。不吃小龙虾，饿着肚子前往下一关。不吃小龙虾，饿着肚子走了。要等观众的选择。观众已经为大家做出了选择。他们的选择是洗脚，然后呢？选择洗脚，所以请大家入座等待计时。计时是谁？
他们俩。叫我们回去洗脚，让我们过去给他洗脚。吃掉小龙虾可能害另一队回到原点，可能害另一队回到原点。叫他们想清楚啊！逼我吃。好，我们先公布结果啊！这个是吃掉小龙虾，但是因为现在对方另一队选择了洗脚。等会儿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们先吃。如果 是由于对方的选择触发了你的被动任务。所以我们现在的进度条要暂存，你们需要过去给他们提供服务。我们也给他们带一下小龙虾过去吃吧，好不好？这可以吧？盘子给他们带一盘吧，铲一盘吧，谢谢。我觉得就带三只就好了。好，就三只，一人一只。那等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跟他们说。你看，我们给你们送来了小龙虾，你们去让给你们洗脚。好像也没哪个洗脚的地方是客人自己倒水，把这些全部搞定。白涵啊，伙计们，哎，这是经典。两个衰鬼，真的晚上穿个浴袍。被车运过来的样子真的太碎了，跑这么远有啥用呢？你们洗完脚以后你们要回原点了。为啥呀？是吗？观众选择的吃小龙虾，然后呢你们就要返回原点。返回原点有没有什么药包补心情的？人生很沮丧，哎，先泡着吧。不整了吗？不整了，我们泡一泡就行了。泡一泡就行。行。感觉这会无限循环的。无限循环。人生挺难的。挺难的。我们在无数个岔路口相遇，这就是缘分。这就是缘分。但我们依然还是在洗脚。哎呀！哎呀！这位顾客，你是？他想放生。你的龙虾我这你怎么也得来一口。好，我们洗完了，然后呢？好，然后就送这两位回去他们的关卡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好。超哥刚刚要说什么那段很有哲理的话都没说完。没事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一定还有机会。好嘞，拜拜拜拜。人生有很多挫折，有很多挫折，然后我们在很多挫折的岔路口相遇，我们要互相鼓励，互相鼓励，鼓励，砥砺前行，来吧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吃得苦中苦就特别能吃苦，拜拜了。这个劲儿够吗？师傅，我不过刹车，刹车，我刹车，我对，来，我们给你顶一下，拉手刹，你要我给你顶一下，来来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四个，直接拿嘴啊？哇、哦！那我们就回吧，可以继续前进。谁说我们回原点啊？两个衰鬼。是有可能会让另外一队回到起点，不是一定会回到起点。咬文嚼字。你们可以把鞋子换一下。互相咔咔的。哎呀，走吧。Let's go。哇，走吧。